刺激啊。羽毛又飘出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开始录像。刚刚没有抓实，哎，早上有啊，有一只，还不进去耶，哦，漂亮，羽毛又飘出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开始录像。不进去，哦，漂亮，这画面我能追就尽量追，因为这个不知道哪时候出来，我这仰角太高不好拍。来，巢穴飞出来了，刚刚好，因为一只黑鸢飞过去啊，带到后面去了，在飘羽了，不见了，又回来一只。啊，刚才公鸟出去打，然后母鸟把食物带到后面去，幼鸟在这边没有振翅了。母鸟把食物藏过去以后飞回来这里，好，不拍你。现在来剧情简介时间。刚才呢，母鸟在这边拔毛，幼鸟还看不到的时候，然后公鸟站在这附近，然后母鸟飞出来，飞回去巢穴，喂了很久，结果后来左边一只黑鸢飞出来，母鸟把食物带出来，带出来以后呢，母鸟把食物带去这边后面。然后这其实那时候公鸟已经飞出去打黑鸢了，我没有跟到，不过无所谓，打黑鸢那一段我这边也拍不到。然后后来我看幼鸟的时候呢，公鸟也飞回来，这才会站在这里，然后母鸟飞出来，
站回这个位置，我想收工回家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母鸟不见了，母鸟不见了。我在拍，母鸟应该带食物进去了。母鸟又进去一次，我不确定有没有带食物，应该是没有。照这个骚动，母鸟应该是又进去了，右边没有。现在这只幼鸟没办法回到主巢区了，它只能看母鸟喂另外一只。想吃啊，这边太高了，没办法拍。他要过去了，走过去，走过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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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录影，好。